台湾五木的剖面。木材的剖面有横切面、径切面以及悬切面三种。在原木径切面展示中，可以看到五种木材在色泽、纹理、密度上的差异。通常原木剖开后，马上就可以闻到木材的气味。每一种木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也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具有宜人的香气。